我开始了，因为卡。好吧，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说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？走了，拜拜。日本今天好热，是我来的这几天啊最热的一天。然后我就是每家店它的空调都在呼唤我，直接就被空调冷气拉进来了。哎，没有办法。你们也知道我有多怕热。有啊。但是在日本还好，因为会有风。摔死我了。没有啊，我要是拿自拍杆你们就听不见我说话了呀，因为耳机够不到。然后就是这么随意。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在日本吗？我的妈呀，我感觉好危险，本来就不会走路，然后看不出来我我找一个看得出来的地方啊，别着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在日本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停下来了。哦，要停下了。不是啊，刚才那个是日文啊。对，你看。不是，你看那个日本的运营商，那个手机运营商，那个对面的这个。在哪？南国酒家。本馆。那个涩谷，涩谷那个牌吗？啊。不行，你们看不到。咱们在哪儿？涩谷。涩。在元素表参道。元素表参道。是涩谷还是涩谷？涩谷，啊。涩谷还要往上走，现在我在表参道。费劲不？现在在哪？元素。在元素。表参道。在元素表参道，是一个买东西的一条街。导演，对不起，来重来一遍，是个买东西的一条街。谁在元素？谁在元素？看到我吗？一个举手机，然后还在元素自拍，带什么够？谁给你们买东西？想多了吧。哎，其实代购也行是吧？哎，我给你们代购，我还能赚一笔。但是有一个标准啊，先告诉你们，就是不退钱啊，不退货。我好热，
日本今天是32度吧？日本今天多少度？32度。哦，32度。但是就是其实日本的空气特别好，然后它的这个阳光啊，今天34度，它阳光照射下来的话会更强烈一点。我妹妹让我去把那个太阳上去的帽子，没有带帽子。对，涂防晒了，涂防晒。嗯。这个是日本的车站，我给你们看一眼哦。拿多少钱呀？你想喝哪一个？看一下价钱。我喝水就好了。水啊，水那就130日元来吧。好，130。可以让他喝1元左右。对，在日本我要就喝多喝水，出门哎。没事，来100，再拿一个一百。130啊。给你200。对。这样。对，给150。哎，这个没有了，你挑个别的。这个水卖完了，啊，水卖完了。啊，没有意外。你喝个茶吧，它也没有水。喝茶。我不喝带气儿的，我也不。没有带气儿的，就是茶，就普通的绿茶。这玄米茶，然后旁边这个。哇。这个。买了瓶水。无所谓。喝吗？这个不算打广告吧？你们要截图的话，把这个 logo 糊掉啊，打掉。好吗？啊！打不开，姐。我的天！你们知道我来日本干嘛吗？就来日本干什么？恐高怎么了？恐高也得上啊。要不是因为要拿着手机，等会儿我再说话，我要看着台阶。啊，有演唱会吗？没吃啊，今天要跟你们见面，所以就怕脸肿，没吃呢。哇，好多人。我给你们看日本好多人。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日本的艺人，然后在这里举办演唱会，还有
活动的地方。哦，今天办的是那个日本代表选手奥运会那个应援的一个活动。哦。应援日本奥运会。嗯，对，就给他们加油啊，就是奥运会选手。啊。所以有很多高危险项。So this。不用，有风。不错呀，走吧。然后那边是大大木，然后樱花赏花的很好。这个是代代木公园，啊、嗯，然后到了季节的话，就在这里赏樱花，对吧？特别好看。然后昨天我去，昨天晚上有一个，嗯，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地方叫中目黑，你们要是在日本的话，可以记一下叫中目黑。然后它那有一个有条河，两边都是樱花树。我觉得如果到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下台阶。我不敢跟你们说太多。在大木公园的那个。嗯。哦，水洒。对，代代木公园。嗯。好了，那些都不重要。对，因为到七夕了，然后那边都会有一些写小卡片呀什么的。哦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我汗迷眼了。啊，对。哎，没事，热吗？这才真实啊，有汗。对，继续跟你说，昨天晚上去那个地方叫中目黑，然后它是一条河，河两边就是好多樱花树。我想到春天的时候再来，然后给你们拍那个樱花树。要怎么跟人打招呼？粉丝啊！我在做直播。日本にもファンのグループがあって。哦，我在日本遇到粉丝，这样吧，就让干嘛？没有，我是在跟你聊他们，我知道你的。就是，啊，我在做。通过那个推特。我在做中国的一个直播，然后在上面。他们工作完了，他过来。啊。跟他们说呀，我在做中国的直播，然后上面都是中国，都是中国的。在看啊，今見てます。啊，見てます。他们在看。我見てます。声が溢れてるね。哦。